太简单了，我是。我拿盾品呢，电脑会盾品。哪呢？ 盾瓶啊，老盾瓶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啊，盾瓶啊！ 简单嘛！第七关那个传送门是假的，要不要进那个传送门？贴着边，贴着边之后，然后再往前走，然后再往前走就看到第七关的板了。 然后回头再进那个传送门。我操，你跑的啊！我操，人渣！我操！我操！第六关跑过去，不知道咋走。